晚上好。晚安。我没有擦那个护唇膏，看起来没有气色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。今天辛苦了，好啦，我想要体验就是全部跳的感觉，整场公演，我以后机会多的是，但是现在就是要慢慢练习啊。我在讲什么？好累啊，还是刚睡醒，其实我没有睡，然后我很累。还去就吃了一点水果，就是西瓜、芒果，然后栗子、糖炒栗子，然后就这样。我没有再吃别的。以为全餐。还没有全餐啦，这一次没有全餐，全餐的真的热量消耗超高耶，感觉是一个蛮不错的减肥方式，跳公演。谢谢苍苍送的彩虹棉花糖，这个时段我好像很久没有播了，对不对？我有播过这时段，好像也没有。谢谢汤汤送的香槟彩色版。安安，今天辛苦了，看公演的各位也辛苦了。旁边人一群都在看我直播，他们好吵，现在也才29个人。LGW 什么？那个，我有那个吗？很那个吗？赠送小卡吗？我觉得我角度好像瞧不太对，大家脸都很小，为什么脸看起来就特别大？那是距离的问题。赠送结束了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欸。对啊，可能大家都在休息。哦，现在在等下班路啊，即时转播现在的情况。今天辛苦了，大家也都辛苦了。居然是蓝色温布顿，我超想要跳穿蓝色的。然后听说 Mina 前辈很喜欢黄色，那就。希望有可以跟 Mina 前面被跳到的一天。哦，我觉得是不是太晚了？我现在在胡说八道。回家卸妆了，我都洗澡了。明天，谢谢小明送的晚安大小姐，这个礼物也太出的太快了吧，很跟时事欸。上次黄色也很适合我，可是我觉得黄色，没有，我觉得蓝色比较显白耶。是吧？
怎么还有压力压力？谢谢秋日红送的压力压力。不好意思，燕子刚那段可以翻译成中文再说一次吗？哪一段啊？该不会也在晕？没有，我纯粹只是累了。谢谢伟送的晚安大小姐。原来是显白。对啊，比较白啊。我们拿了一整叠小卡，是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吗？就是所有成员的哦。要不要？每个人都一整套哦。为什么有我三张？是全部都抽都刚好吗？还是我有大全套？有哦。我是说，我需要妮维雅，我有擦，我最近也都有美白，过分了。需要我来开箱一下吗？开到两张我的，哦，那你运气很好。需要来开箱吗？不要吗？不要吗？真的不要吗？这样你们搞不好看一看就会觉得，诶，谁的谁的也不错，然后明天再去买，这样。继续看，凑看五张，要这么多小卡做什么？你说同样我的五张吗？这样是不是太多了？打算跟别人直收？那昌昌说他五张，他可能你可以跟他收一下。为什么同样的要五张啊？我不懂诶。晚安。不出我的东西，真的哦，你要记住现在说的哦。召唤黑暗大法师，黑暗大法师是谁？他要排出五张出号签，信任呢？好，没事，你刚跪起来，所以没关系。现在跪着的是 Geek。怎么了？今天看燕子真的有点晕，我现在有点晕，我刚跳完公演有点晕。公演辛苦了，大家也辛苦了。汤圆呢？汤圆正在他的窝里睡着呢，真好。晕到晚场还在晕，看谁晕呢？帮他买晕车药了，你没看到？怎么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不来？游戏王的卡，凑到左手、左脚、右手、右脚，身体五张，直接胜利！哇，说这是什么游戏来着？游戏王，好酷！这不是我的童年。叫汤圆起来冲水，他也没有在睡吧？汤圆，他之前把他跑轮滚到跑到坏掉过诶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跑的。跪着的只有 Gek 吗？苍苍起来了，我要苍抓交替呀、天线宝宝，然后海绵宝宝，还有。蜡笔小新，我们这一家，，CN 的卡通也有一点点。后来就水果奶奶，然后哆啦 A 梦，还有什么？柯南，这些有啊，哆啦 A 梦啊。我们那时候已经叫哆啦 A 梦了，小叮当感觉是，比较久之前是叫小叮当吗？
通频道会看，但是我家自从搬家之后，原本是 BB 宽频，后来变 MOD 之后就没有卡通了，就没有卡那个 CN 了。为了符合晚上直播的感觉，所以我抱了一只娃娃来。真巧，我童年是哆啦 A 梦跟柯南，看来是同年代的。柯南跟哆啦 A 梦到现在也都还有啊。要多喝水，对，我要多喝水。我最近真的要给自己下的目标叫做戒糖、多喝水、早点睡、减肥，对。但是今天就戒糖这点就破功了啊！昨天早睡就破功了，好难哦。戒糖破功是因为今天捏面前辈请大家喝饮料，死神小学生一直都在，他永远都是小学生。都破功了，多喝水嘛，这几天好像也没有，好糟糕哦。再这么自律怕爱你爱太深，不行啊，我只是很会讲说说而已，实际上要做到还是有难度的。总有一天是放纵天的，但不能天天都是吧。那啥来着？哦，昨天点的龟记啊，原本想要加粉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，好像是那个店不给加嘛，反正就当他帮我减肥了，帮我挡掉了一些我不该吃的热量，然后就无限循环，不行啊。我今天公演刚结束的时候，其实精神超好诶，好到我觉得我可以再去游泳，但是我后来回家的时候就睡着了，几乎都看到我们和龟姬，妹妹不在旁边，燕子看起来很瘦，不用减，没有，其实我学测完之后还是有变胖的。看脸应该看得出来，公园很多都在我前面，但我好像主要都是在，对你们也应该是在左舞台，我主要都是在左舞台那边。哦，有血不能加量，难怪，没关系。因为好像有前辈说，好像有前辈有加到什么，可能结束还在亢奋的状态。对啊，然后我后来回家就直接睡死。字是在左手还是右手？其实我左手右手都有。这是右手，这是左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手上字这么多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然后四个、五个。六个，这好像也是七个，还好不是在脸上。是快睡着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有点累，是不至于到睡着吧。睡死部分不可能看公演在睡觉吧，谁啊。哦左手手背也有，对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边看得到吗？没有睡觉，只有好，我看到了，就不读了。晚安，晚安啊，大家。现在来看直播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是去参加公演。去看公演，然后
在等剑送，还是剑送完了？被蜡磨掉了，居然吗？为什么突然有点跑那么上？哦，没看公演的人在这，这边应该大部分都是看公演嘛。没参完场哦，有道理。在家吃饭，太好了吧？刚刚真的差点睡着，在外送哇，外送还不能睡，很危险哎。没看公演的人，怎么不来看公演？还是因为没有娜娜？出门散步的。散步也不错，但这个时间有点晚了，请小心回家。就为了挤第二个三十场，要找谁拍呢？真真吗？看完一天喉咙挂了，赶路回家中。啊，看完一天喉咙挂了，那要记得多喝水，跟我一样。怎么咳了一声呢？就很无聊，没声音，在路边看直播才能睡着。那就，我是不是，我现在的直播是不是营造一种我很想睡的感觉？虽然说我好像现在是真的很想睡，但你们在看的话，你们会不会也觉得很想睡？是不是？考虑第二个三十还是找我，欢迎。不过第二个三十应该还要一阵子吧，可以等我头发留长，我觉得还是头发留长比较好。很犹豫，六月学期结束要不要去看公演？来看来看，只是真的有点累，那请赶快休息，不然就是不要外送了，安全第一。喝水没有用，每次公演完都哑掉，那可能要什么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还是什么思思吗？思思是感冒用的吧。话说明天还是在侧席，是左侧席还是右侧席？有非常疲惫的感觉，确实，因为我昨天很晚睡，然后我今天又跳了快整场了，第一次这样，有点不习惯。左侧席，好耶！其实我觉得那个晚安大小姐根本就不算是惩罚嘛，就是大家都跳得很上手。明天会比今天多还是少？明天比较少。嗯哼，嗯哼，以后就三场交给燕子，不可能全餐吧？全餐真的好可怕哦。嗯。全餐要全跳，很难。意思是要有剧情，换装。明天什么比较少？明天跳的比较少，少了代位，还有一个，这应该可以讲吧？讲了也没差吧？就是少了代位跟 UNI 曲，因为 UNI 曲是前辈想跳，自告奋勇，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跳文部队，看的公演都能，可能都比我跳的多场，自信点，把可能拿掉。明天没有 UNICH， 压错天了，哇哇，没有，明天比较少的话，其实今天也是个意外嘛。今天就是因为
小雨临时不行，所以我代替上阵。那时候也很突然，就是在排练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老师就问说你要不要接受挑战。那时候有点紧张，我觉得我蛮想跳看前面几首的，但是因为真的太临时，原本老师是问我要不要接一到四首，那这样我就变成另类全，就是整套公演了嘛。但是我要在，因为我记舞记比较慢，然后如果星期三是已经晚上，所以四五六有点困难。艺林前几天直播说燕子的粉丝都不看他，说你跟嘉轩，艺林的粉丝也不看我啊，没有啊，怎么想睡觉？对，是有点累。对，我讨厌，但是不晓得欸，我觉得那个吴秀好像还可以。今天没办法对小雨心动，只好对燕子心动，是这样。我想一下，今天，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思考什么，不能喊心动了，没关系，下次公演。跳的不错吗？你说我吗？没有吧？还是说错的地方？只有我自己感觉出来。心痛了，别心痛呀！少了心动的确怪怪的。但今天你们也喊口喊的蛮大声的耶，是吗？毕竟在心动之前就是还没心动，这句话感觉就是笑笑会说的话。阿亨慕名前来 ，Hello 阿亨，不在没关系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公演，等我一下哦。今天公演有人订珍珠奶茶还是请宝贝？今天我想到了，今天有人订饮料。以前跟场外姐姐聊过，每次心动都喊到外面都震撼到，感觉经过的人就会觉得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每次那个。见送的时候，见送没有那个下班路的时候，篮球场的人们都会非常的问号。衣服是真奶，对耶，但我今天喝的不是真奶，要看到拿饮料，有看到有。今天韩扣很认真，很好，很认真。忙完了可以专心看直播。现在还有什么是需要忙的吗？现在的高中忙毕业吗？竟然没有问什么事。我不会读出来的。居然没有问什么事。因为真我有看真真的 Reels 啊，我是真真的粉丝欸，开什么玩笑？群聚效应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。今天公演有惊喜吗？还是有宣布什么？今天的公演就是宣布我们的新周边，还有公演的
几场的，十场、二十场、三十场的，的奖励，然后跟我们的六月的生日会，六月的生日会在6月16日，礼拜天吧，没记错的话。我不好骗，我一直都不好骗啊。还有看到手牵手，以为你们会，所以他们就是以为是不火车会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我突然脑袋，我今天脑袋到底怎么了？哦，六月生日有谁来着？阿力前辈跟我，好像原本有些粉丝担心会有成员哦，这个我也不晓得哎。谢谢朱莉安送的晚安大小姐，晚安各位大小姐。就买上了，手上两三张了，买什么？可以骗到？没有骗到。去年五月真的是一个非常 TP 圈里非常撼动大家心情的日子的月份，两三张，为什么要买两三张？为什么？明天应该是平安夜了，毕竟去年五月太震撼啊！大家可以，应该我也不知道哎，大家应该可以放心的看明天的公演，会啦，可以的啦。就今天某会场演讲，哦，演讲哦，哦，是有些繁星成功的人就会去演讲。我也有朋友是这样，是这样吗？是因为繁星吗？推广别人进去哦，欢迎，相信我啦。月的生日会应该，我之前在直播讲过，不要一直想骗燕子。对了。恋爱倾向与对策的下手是，你要写 report。这个相信各位粉丝都非常的熟悉，在座的各位可以帮你回答。为什么觉得我反应有点微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是，我可能是出了名的状况外吧。谢谢康妮送的文手礼，哎呦，我的声音怎么也变成？顺便去拍我，为明年圣诞册多一些照片。不是繁星就教会的东西，不多说了。会的东西。白色那套那首歌是什么？白色那套，你是说纵使再遥远吗？卡卡的。我也觉得，为什么？那首叫……对，普拉斯说的对。好了，可以写 report 了。不就跟林一样，彤姐常爆料。什么？我跟谁一样？什么什么一样？今天很认真公演打笔记，可恶，失败了。其实是拼图是吧？刚延迟操作，等一下我换一个网路。
但哦，还是我把你打掉。希望等一下没。希望等一下没。刚问的问题没有听到回答。什么问题？画面卡而已，像是没有。我 repose 我没有去。好啦好啦，不要难过。还是卡吗？还是好不好猜啊？五、哦，谢谢黑流消失黑暗中的黑流心中的消失黑暗中的流星。有看到彤姐晕我的直播精华吗？我有看到。突然觉得我跟他人有点像，虽然我长得像仓鼠吗？那我是不是跟 Mina 长得也有点像？断断续续，应该有好一点吧。因为我可能边充电边播就比较容易卡，网页版进不来，手机版微卡，应该好一点了，好很多了吧？应该是我的问题。什么没有？什么没有？谢谢米酒送的小号角。汤圆比较像吧，今天好漂亮，怎么会呢？我一直在想，就是有化妆跟没有化妆，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看？不要说什么都很好看这种话，这种就是客套话。对，没有是说我跟他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没有很像。他Mina比较可爱。不是我的问题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是这样吗？真的会不会吃下也不吃了啦。都说要减肥了，怎么可能还吃呢？我知道没化妆跟有化妆的共同点在哪，就是我都很漂亮。没有。都年轻其实没差，年轻就是本钱。没化妆100分，化妆当然更加分，是这样。但其实公演的那种妆，我画在脸上不是很舒服，我不太喜欢。就是那个，我一直在想，应该是睫毛的关系吧。有，哈哈，想不到吧？今天阿力前辈还问我什么是很油啊？我就说像土味情话那种就很油。还记得要说当颜值担当吗？对啊，但我觉得我学测后我脸又圆了一圈了，我觉得离颜值担当还是有点距离的。说什么临时讲完没有，我就等一下不要好了，这样会被截丑图，奇怪的图片。我觉得谈恋爱为什么就是真的但是逼不得已好吗？情这是我想得到的一句最可以接受的。跟他说墨鱼，颜值担当是什么啦？很闲哦，谁那么土啊？还在讲土味情话。就我啊，我超土的。公演很认真滑手机，这样真的不对。我好不容易改了时间，就是让你们好好专心看公演。我很不认真。认真拿来视角讲。
没听到，我可以再说一次吗 ？No， 公演限定，就五月份限定，你们可能要等明年 MC 的时候，会不会又有关于520这个话题呢？颜值担当，你们这个字真的是越改越多了呢。双下巴哦，双下巴，藏好。不来公演总是会错过很多。真的实行无糖计划，三天就放弃了，不行吧？那我们来比赛，这要怎么比呢？你们偷吃的偷吃糖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怎么比呢？滑手机在记录公演过程，好吧。这个情有可原。有关键字吗？去跟姐姐敲完放坏人花絮，当然是没有关键字啦，自己找咯。南瓜浓汤，南瓜是上次我给卷的那个吗？是吗？比早睡应该会赢。我今天打算直播完之后就去睡觉，11点半，完美。对，跟我比，没有，跟不要跟我比谁比较早睡，这个不可控因素太多，所以我们应该来比戒糖这部分，大家一起来戒糖。公演的妆跟握手会的时候一样吗？我也不晓得，我都照看心情化。谢谢燕，不客气。今天不是要跨日，谁在造谣啊？那三天饮料无糖，发现好好喝，对吧？哎，我今天点了一个什么柠檬乌龙吗？什么？然后加珍珠，中杯。我为了那个少掉没有必要的热量，所以我点中杯，然后又加珍珠。加了啦，加什么？找你报账，加什么？打算。谢谢 Gake 送的真情告白，所以 Gake 是回到家了吗？还是？看来是 J 人规划好，我没有，我不是 J 人。那个什么，我是什么人？我现在是 ENTP， 但其实我觉得我一点都不 E。珍珠就满满的糖，对，珍珠会甜，对，对，然后居然开始推广，欢迎加推。Gek 不跟他们吃饭，好 ，Gek 为什么不跟他们吃饭？他们为什么？认真那三天糖分是我的 reels 提供，原来是那三天我们不吃糖，还在骑车，原来如此。笑笑，为什么笑笑没有来还帮他讲话？哦，所以我是 P， 哦 P 跟 J 吗？相对吗？一，我看起来一点都不一呀。加珍珠蛮恐怖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是例外，今天是前辈请饮料，我们谢谢面面前辈，但是我之后那个我会开始戒糖，努力戒加料的部分。烟部分其实是我能量从朋友相处来，确实，那怎么讲呢？我不晓得，双子就是很奇怪。今天有带应援舞，请夸夸，非常好，为 Gek 鼓掌，你很棒。变珍珠也都泡在糖水里，确实好。我们结束这个可怕的话题，我以后不会加了，好吗？就偶尔。怎么这样又狂？今天当地当天我很认真举灯箱，好，快快快，奖励，很棒。
双子就都有，对啊，就都有啊。有时候吃错药就会，就是像我昨天就是彩排完之后，还觉得自己非常有精神，然后我又去游了泳，我去游了一个小时，然后就这样连续这样来回来回，哦，中间我休息一下，反正就来回了好几趟蛙式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整，但只有今天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有一天也值得鼓励，对吧？至少没有总比没有好嘛。戒糖真的是大工程，确实。用蚂蚁就行。这你分开了之后，然后呢？你要跟蚂蚁抢糖吗？也不可能。突然就会 emo。好，先骑车，骑行小心。游泳会超饿，但是我就是豆粉里面吃的那些，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好像还有吃哈密瓜，应该有超过1000公尺，我也不晓得。嗯，应该有吧。谢谢 YUU 送的双子宝宝。他说我今天好像有一首歌明显往左侧写，大家已经有人有注意到。我记忆力不好，sorry。养蚂蚁抢糖，对啊，你把它分开了，然后呢，你要跟它抢吗？普惠四季春好喝，我好像有喝过，就是在之前喝水站，我现在就是多喝水。戒糖的话，果糖要戒，果糖吃水果还是可以的吧。居然已经忘掉吗？我真的记忆力不好，而且其实我在台上没有办法，很大脑的运作机制就是我下一步要走到哪里，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动作。对，哈，我也会喝水，我开什么玩笑？我之前学测那时候，学测前在补习班狂喝水，然后那时候皮肤就超好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喝水，喝水有益。那是猫咪，这是之前某次圣诞节交换礼物送的。没事，养蚂蚁，养蚂蚁抢糖，吃的量不要太多就好。对。谢谢汤汤送的猫的手手，喝水。现在就是留言看到有喝水相关的字词，我就会想到要喝水。在舞台上跌倒，我哪有在舞台上跌倒？有吗？我送了什么出去啊？嘿。我送了什么出去？我思考一下，我好像就送文具吧。刚吃了串烧，哦，串烧好吃，回家运动了。但这么晚了，我觉得明天再运动吧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这样喝三杯。那我可能就是，这个直播就是常看我跑厕所。好，我会控制自己喝水的节奏。谢谢 A 流可到图送的普通弹幕。燕子现在一天可以喝几 CC？ 其实我没有什么可以喝多，可以喝多少的。你指的可以喝是平均吗？那应该是除了今天以外，应该是零吧。阿亨，谢谢阿亨送的压力。到乌梅就是一种运动了，确实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弟弟在洗碗，对，弟弟在洗碗。一天喝水量要体重乘以100，那也太多了吧？不是吧？不是说一天
这样不合理耶、欸。不是说成人平均一天2000吗？可是你照这种逻辑的话，80几公斤的人要喝8公升哦，认真的。忘记豆粉有没有聊过？聊过什么？我也忘记。今天下课中，彤姐推了我一把，她是应该是把我推到正确的位置，因为我真的有点失控。骑脚踏车去乌梅很健康哎、欸，我还骑了20分钟。对啊，体重乘100，水中毒了哎、欸。乘以三十的话，好像比较合理。70公斤要喝水，也不是重吧？哈？这怎么了？怎么？讲到弟弟，今天好像没有听到妹妹。对，他就是被我下达禁令，还是一直想来。数学不好就算错，就统一喝2000吧，2000就差不多平均值。不可能不跟你们吃饭，原来洛克也不跟你们吃饭。100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哎、欸。乘以30应该是 CC 吧。公升、欸、不是公升，毫升。回不了家，但可以边搭车边看，这合理。最喜欢看我妹妹，不要变得好累好累，又送我的气质形象。跟没有，我讲错，口误，怎么大家都不跟你吃饭？要检讨，常常是要检讨的吗？一天至少3000，太多了吧？我现在没有办法、欸，现在顶多就1000多，2000，差不多。谢谢俊生送的压力压力，原来是，对啊，可是为什么是常常找别人吃饭？常常，所以常常就是今天在住在台北的意思吗？好像应该是这样，2000就一个大概，最多1500，不然可能会水中毒。其实还好，如果2000的话，应该就是差不多。3000偏多，谁要我喝3000？我没有要喝3000。苍苍里长波，饮料不算，对啊，饮料不能算啊。谢谢俊身上的红玫瑰跟掌声鼓励。今天早上5:30就到乌梅，这太早了吧？感觉搭不到末班公车，还是从车站走回。不行啦，太危险了！现在十点了，不可以。1000-2000差不多。转推。怎么带他回家的？我那时候去台北某家 IKEA， 然后我就带着他坐车回家，然后我不晓得路上的人怎么看我的，反正就不管。是体重乘以50，怎么这边那么多说法、啊？洛克说乘30，飞镖说乘50，乘五十也不太对啊，30好像比较合理。谢谢俊生送的随机人气票，人气加30，一定是念。你这个没有看不出来，谢谢俊生送的随机人气票，谢谢俊生送的好多好多人气票，耶、yeah ！
你都念 Costco 还是 Costco？ 以为都是两千，反正最基本就是两千嘛。带他坐车要小心杀小人，那个关门放杀。乘五十，我要喝多少？想骗我？我不会讲的。三十比较合理。排小卡哦哦，对耶，排小哦对耶，小卡要排耶。听说早上就卖这个什么早上场的，下午场的卖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什么？我不会讲那个词。看公演都会带一只，也不会有人再看。哦，我有看到今天的那个大耳狗。你都念 tomato 还是 tomato？ 买回家有洗吗？好像没有。两场都卖光光。哦，对，品切完售哇。抱沙沙睡，但是我不会抱他睡觉，他是摆在客厅的。明天还有机会的，明天还有小卡的机会，请早。对，喝水量就是，对，所以我决定跟从自己的心智，觉得渴了就喝。但是通常在教室就是不渴，然后就不会喝水。好，研发大财，真的吗？那你们哎、欸，其实说实在的，我比较喜欢生日会的小卡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来好吗？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失算了，为什么大家都拿那么远？这样显得我的脸很大哎、欸，怎么可以？就是把我的卡跟其他人的卡摆在一起，就是明显我的脸比较大，我就觉得这样子怎么办呢？南瓜浓汤到了，耶、yeah ！下次一定。近拍可爱，然后我还把那个东西里面已经那么小，然后我还把它拿在脸旁边，然后其他人都拿来稍微有一点距离，这样就显得哦，我真的是不敢装了。生日会有小卡。不用那么容易，我就生日会问卷还没填的要赶快记得填哦。还是觉得脸太大，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小卡是周边吗？还是买生气要抽？但是我记得印象中应该是周边，对，那时候跟姐说的是周边，还有别的，你可以。期待一下，虽然是看到苍苍的生日会的小卡也是随机吗？好像就好问题，可能还要问一下姐姐，我不晓得他们会怎么样出，可能真的没看到大人梯出这种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没有大人梯很神奇，我明明自己发出的表情包就这么多，然后我还没有任何一件大人梯，倒是四期都有吗？也没有都啦。随机的话也是二分之一的机会啊，对吗？几率很高哎、欸，比今天这个还高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不会亏的。苍苍有三张小卡，今晚公演好像讲错截止日，什么截止日？去不了生日会，之后就谢师宴应付不了。哇，阿亨没办法来，没关系，机会大好多，还不会有洗手液。洗手液是多余的吗？不是这样，各位要好好洗手。那小卡送的洗手液，大家是冲着小卡来的吧？
今天21包也没有燕子小卡，你看吧，这几率多小。生日会购买截止日，我今天没有讲生日会购买截止日，所以晚场有讲吗？因为在宣传的那个台词里面，今天的几率也1/2吧。这个几率，这个几率问题不太对，因为我的不可能是我假设现在有100张卡，来数学时间，这不是1/2哦，这个几率是假设有100张卡，如果1/2的话，是我50张跟其他成员50张，这样的几率才叫做有燕子跟没有燕子的是1/2，但今天呢？是好多个成员他们的数量都一样，所以这个几率不是1/2，小于热1/2。对对对对对，洗手好麻烦，唯一会洗的只有好，我收到了，谢谢。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几率，但是你实际在买小卡的时候，不可能是独立的几率啊。1/2还没抽到，不会。阿丽前辈的小卡也很美，保证，保证。我不是数学专家，我数学不好。28%的几率吗？是吗？没有这么多吧？期望值。各位，我水喝太多了，我需要去一下厕所。回来继续聊。好，来，请莎莎。他可能立不起来。莎莎还玩毫无缺的地在这里，真是太棒了。很害怕的话可以离开。他是我的说什么？黄玉润的狗是谁啊？但就不会因为我抽很多次机遇，好像也有道理。可是现场准备的分量应该都是相当的啊。这好难说。莎莎唱歌很好听哦，跟洛克唱的一样吗？洛克唱歌也很好听。莎莎说她喜欢你，真的假的？莎莎要吃鲨鱼吗？哎，鲨鱼烟好吃。汪汪队，哈。奔跑吧，企鹅！
就是有趣就有，有趣就有。凑最后一张推的，处理了很久。发生什么事？莎莎不会吃同类吧？你会吃同类吗？虽然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必须跟你说，那个鲨鱼烟真的很好吃。周边什么？周边就是有趣就有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到底这是会是谁的文？我不晓得、欸。出了名的状况外，不是软骨鱼类吗？嗯，莎莎怎么在发抖？哪有？没有，问错人了，sorry， 我确定之后会告诉大家。谢谢钟颖送的真情告白。到底谁是黄玉人的狗啊？不知道的才是燕子，知道的就不认识。快逃！快跑！快跑！好呢。刚聊到哪里？没关系，我好想。你的鲨鱼比我的大一圈，因为我觉得太大只的话，我走在路上真的会被，身为唯一人走在路上真的会被用奇怪眼光看着。好啊，这也不是爱人一人问题，反正我就是，对，怕尴尬。久久没有的舞场下班路，好拍很多。听说舞场的好像人比较多、欸，是这样？是因为？上下班路好拍的关系，还是那个什么，还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沙沙可以变鲨鱼烟吗？那你做出来可能都是棉花，有点不好吃。对啊，我对着他说鲨鱼烟好吃。燕子的沙沙。找人帮我扛着，不行啊，我要自己回家。就是忘了换头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层层很好看。棉花糖，那不一样，棉花糖是甜的，鲨鱼烟是咸的。不行，他们两个不能混为一谈。好吧，他可能做出来的就是棉花糖。久违的阳光充足下班路，原来如此。晚场不太好抓，但我觉得你们拍出来的也都很好看啊。但我觉得我的饭拍是不是很难抓？因为我好像不晓得、欸、我要说什么。我突然忘记了，莎莎多久没洗？她从来之后就没有洗过，会让她去洗的。基本上后来都露营，什么我录的就是露营再截图，对，这个不错。走慢一点比较好拍。哦，难得这个月有相机，怎么会难得有相机？为什么？主要是光线的问题。好像真的，下午拍的比较亮，但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啦，都很好看啦，还是人的问题啊。手机可以一边拍一边录，好像都可以吧。只是我觉得一边拍一边录很难抓。
要绑好绳子哦，不然它会游走。它就在洗衣机里，它是要怎么游？有自信是好事。赵薇喜欢冷色一点还是暖色一点？我觉得冷色一点皮肤看起来比较白，比较好看。是人的问题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是人的问题。其实会拍的人怎么样都好看，拍的人对了怎么样都好看。好烦哦，今天怎样？今天是怎样？胜利。说话的艺术，说话的艺术真的是非常的精神啊，还是没有领悟的，坏掉了。没有，我其实对在成人面前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对啊，只是还是要有点人设跟偶包的吧，虽然这我好像都没有了。燕子就是对的人，那谁是不对的人？ TP 里面没有不对的人，大家拍出来都好看。在三期前就没有，就没有吗？我们不能这么宠他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会慢慢习惯的，请习惯。人设不就是会摔粉？这是哪里来的谣言？请问在场谁被我摔过了？谢谢。平常偶包太重，平常的话我其实也没什么偶包吧，只是就比较安静，就不知道说什么。都被说太重了，没关系，严苛一点。那个叫什么？突然忘记。哦呦。身为第一次来看直播，肯定是夸的吧？而且燕子是真的夸，但我发现我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，底下留言就是好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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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现在都没有，没关系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好事。周嘉文真的可爱，我被安安前辈说可爱了吗？你很难摔，没关系，我没有摔各位的。生日会前再跟我说一件事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哈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们不要再留了，这样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，哈哈。哦，当时尾牙坐我旁边。哦，原来这么久了，我第一次听到。我要赌徒说你好可爱，那我可以请便。恭喜获得满屏的可爱，继首次直播后成功解锁。看起来腔调，确实，我压力很大。没有人告诉我，刚做的时候刷了一排 OK， 因为我说继首次直播，我说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留言，好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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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现在都是聊别的，我说我觉得这样很好，结果下面就突然多了一排。我没有飞起来，没有，我刚喝水，我突然看到就这笑出了。不是这样讲，那个阿龙话不是这样说，我说这是好事嘛，就表示我们有除了可能外表以外可以聊的话题。
我没有要求各位，对，我没有要求各位这样。带风向好漂亮，我没有说，真的没有哎、欸。我说这样是好事，表示就是。对啊，因为一开始的话，大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是大家就是丢礼物，然后说什么好可爱，燕子好可爱，什么什么。我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看到都是这些，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不一样的东西嘛，这样是好事啊。讲的像是肤浅人一样，没有，直到今天还会看直播的各位都不是肤浅的人。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我直播到底有没有有趣，不晓得。后来不都摔我，现在也没有嘞、欸，好神奇哦！自从我暂休回来就没有，哎，好像有，就没有之前那么大声。之前是什么结束之后就燕子摔我之类的。第一次开播我是惶恐。不是可爱，你就肤浅。哇，这边有人自己承认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相信各位不是肤浅的人，就是觉得可爱。那我想办法让你们增加形容词，形容我这个人。因为变心了，确实不肤浅。今天的太阳底下晒黑，这蛮好笑的。真是的，就是其实，浮生流，不要这么说好吗？这谁？苍苍，好，我记住了。我下次跟一家前辈见面的时候，我会帮你转达的。我相信你也不是个肤浅的人，我也不是个肤浅的人。大家都承认自己肤浅，我在帮你们说话，然后你们都说自己是肤浅的人，这样我要怎么接啊？这样我要怎么接啊？是温柔气质，好。这个不错，但只是说出去怕大家不信嘛。这些人不给我接话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要说大家不是肤浅的人，他们还硬是要说他们是肤浅的人，还是他们说的就是肤色很浅的人？不用接，不是嘛？这样要怎么聊下去嘛？好过分啊、哦！但请你们继续说自己是肤浅的人，人与人之间要诚实。那你们就别说我才刚到了吧。对，你们好肤浅。我不是肤浅的人，我是你的人，这样、哦。他们是说他们肤色很浅。谢谢苍苍送的压力压力。我是有气质的人，对。你才，还真没有讲过，所以，但是你又说你是，哦，那你就是诚实的人吗？是这样吗？的肤色算是黝黑类型，我的肤色也算是偏黑、欸、就是一晒太阳就会黑。我最近有尽量努力在防晒，但长袖夏天真的穿不住。你真的才刚来，好像真的是才刚来。换一个话题，虽然是一样形容词，但温布顿可爱。温布顿，我那时候问过姐姐，我问说为什么我是温布顿。然后我就说我想跳 Glory Day， 可是为什么我一直是温布顿？姐姐就说
就是温布顿的样子啊。然后他还找了其他姐姐来说，你看他是不是就一脸温布顿的样子？其他姐姐就说，是，他是一脸温布顿的样子。刚来也是常常，常常不诚实哦。你诚，肤色变红色，你看他脸红，是吗？早在休息的时候就猜我是温布顿，为什么？是因为真真代位的关系吗？温布顿的样子是什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求姐姐解释。甜到不行，那为什么不是巧克力？那为什么不是比较甜的？好像就这两种，长得很温布顿。巧克力也不错吧，但巧克力好像都四级在跳。阿潘说他跟小雨同台限定 P 图就是巧克力跟温布顿。对啊，这个推理真的是不错不错。妈妈是巧克力，软绵绵蓬松的感觉，好像在形容棉花糖，可能就去过英国的样子。温布顿比较好听，巧克力好熬下去，所以温布顿就是我。这个推理不错，谢谢浩谦送的晚安大小姐。可能已经太甜就不需要巧克力，是这样吗？脸是红色，是哪位历史人物？张飞吗？我的确是棉花。你穿蓝色温布顿，我喜欢蓝色的，因为蓝色真的显白。我二弟天下无敌，很像羊。我长得像羊，可是我爱吃羊肉欸，怎么办？现在跳巧克力的身高都好高，哦呦！啊，张飞是黑的，我历史不好，不要这样。快接近答案了，是什么？我想不到欸。我历史不好，张飞不见，连同连，好，赶快去赶车，加油加油！张飞的干儿子，谁啊？我读历史最讨厌的就是记人名。蓝跟白绝配，举例蓝白拖，永远不败经典。哦，对，是关羽耶。赶车不久，常常不是找人吃饭吗？汤圆表示逃过一劫，没有。喝了 QO 的张飞，包青天也是黑脸，他在山上，我在那边惩罚你。QO 是什么？我历史不好，但我可以讲如何解剖青蛙，我可以用比较没那么暴力的方式讲。有人要听了，半夜讲解剖青蛙。有种果汁，哦，是果汁啊！现在台湾找不到了。哇，解剖青蛙和影片在抖音，不需要不需要。我没有看过什么是 QO。哇，会不会做噩梦？解剖青蛙吗？不会做噩梦。就是一个课嘛，
有人想听吗？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适合。刚讲的是广告台词。有种果汁真好哦，我没有看过。看完会梦到没有？历史是大点，这一句好赞哦！我要截图下来，可以截吗？可以。深夜话题可以，有人想听吗？我怕就有人先行离场了，这样。代沟出现了，哇！好，那我们就来讲吧。那一天解剖青蛙的话呢，我觉得怎么把它……我们有先观察它的反射动作，就是你放在一个平面的盘子上，或者是放在一个箱子里。然后你就这样往前倾，往后倾，然后左转右转，他的头就是会稍微固定住，然后身体动而已。然后，看完反射动作之后，哦，这期间就是要把他抓出来嘛。然后我跟我一组的男同学都很怕，他们都不太敢抓。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选择跟那一组，因为那一组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们不要解剖，他们不要做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好，我这样可以多操作一点，所以我就去那一组。然后他们在抓青蛙的时候，就有人在尖叫了，而且就是蛮好笑的，就是有些人就是看起来没那么。胆小，好吧，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比较困难一点，但是就是我就是一下就抓起来，虽然很滑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敢抓，然后因为他你抓起来他会挣扎嘛，然后他那个后腿很长，他就开始踢呀蹬啊，而且那个力道也不小，所以就是就有人会害怕，然后可是。害怕的同时又很想抓，所以就已经要老师已经到要解剖这一步动作，他就说再给我试一次，再给我试一次，这样赶上那种是这话题，就看吧，就有人会不想听物理方式跟化学方式，对，化学方式是就是用麻醉药，但听说好像用化学方式的话，青蛙会走得更痛苦。难怪我们用的方式会，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残忍，但对他而言或许比较没那么痛苦。青蛙多大只？怎么大？老师说他买的还不是最大的，好像原本会买更大的。但是怎么把它？弄成可以解剖的样子，细节我不多说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就直接进到解剖的部分，就是他昏了之后，走了之后，他就会全身就会变得很无力的感觉，然后就顿时感觉也缩小了，就是肚子缩小。声音跟影片不同步吗？可能又有点卡，该换设备了。有一片这么大只，是青蛙吧？然后，就先把它的皮剪开，然后肌肉部分剪开，然后剪成。那个形就是比较好打开的形状，然后开始观察他身体里的器官。介绍吗？就是这是课程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就是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，而不是说就是傻傻没有心态，不
不是这样，就是老师也说你就是要好好的以尊敬他的心态感谢他的付出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学到东西这样。所以然后好，我继续讲，然后就是观察他里面的器官啊构造啊，对，然后就是他的其实剪完就是剖开之后他的心脏还是会持续跳的，一层一层剪，他的皮跟肉是分开的，然后对，就是蛮意外的耶，就其实我以为的解剖跟实际进行的解剖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觉得没有想象中困难。会流血吗？要避开他的血管，他肌肉中间有一个血管，你要避开它就比较不会流血，还是会流，就是没那么多。轻轻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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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很滑很黏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可以抓它，我可以捧它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是谁有办法？然后剪开之后就是它还有一些脂肪，就把它去掉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用镊子夹他的神经，然后就他的腿就会有反应。结果隔壁桌有一个男同学，就是我们分成了四组，然后只有一组主要操作者是男生，其他三组都是女生。然后那个。就是有一组女生在夹那个镊子，拿她夹神经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男生吓到，然后就往后倒退好几步，还叫出来，就啊这样。之后也不会再解剖了，就是因为这也是生物课本的一部分，就是实验的一部分，所以会执行这个。上次亲的时候，不然又好在肚子，这荒谬了，这好好笑。苍苍不要冷静，这不适合啊。我们班男同学怎么了？没有欸，不知道，就是我们班女生可能比较大，这也没有什么性别刻板印象，就只是平常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会怕这种东西。以为被青蛙腿踢到那也是蛮惊吓的。可是也在吃饭肚饿不冲了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。吃田鸡的时候憋了吧，然后观察他的心脏跟肺啊还有胃啊还有什么，我们这一组就是也有男生就是真的很怕，但是后来其实大家都也算是有参与到一点解剖的部分，就是好像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全副武装参加那种，有些人好像手套都没有拿下来过，但是因为手套其实蛮影响操作，所以我后来就拿掉了。那这枚石头是神经没有拿出来吧？可是这样有可能吗？如果脑中没有画面，这大家三思啊！今天居然有关于那个话题，我把那个我原本决定尘封的青蛙解剖话题拿出来讲了。我没有忘记啦，只是我原本在思考要不要讲，就是对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不过Gek 感觉不会想听吧。那
那你刚好避掉了这一趴，太可怕吗？但是我觉得医学会要进步，就是因为有这些的贡献才有办法。应该说学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是第一良善的话，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感到害怕。刚开始吃宵夜，好，很好，我话题结束了，你可以放心吃宵夜了。怕蟑螂，怕把肉推到前线去，这真的不行耶。不行，如果会怕蟑螂的各位，一定要找一个不怕蟑螂的另一半哦。我是会怕的那种，不讲怎么弄死他就还好。对，所以我省略到这一部分。如果真的有兴趣的各位可以自己去查，这我不太好讲。尖纹布顿战战，蓝色的，我超喜欢蓝色的。学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解剖，不是好吗？学餐饮的，哦对啊，对肢解，对，但是洛克应该不会害怕吧。解剖蟑螂跟青蛙的话，真接受解剖蚂蚁，蚂蚁看不到吧？你蚂蚁看不到，他等一下来不及，可以预言来一个特别的生日快乐。你生日吗？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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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我不是不会，诶，我不是会解剖蟑螂。对啊，可是解剖蟑螂跟它实际出现在生活中真的不一样诶。话说我上次大蟑螂，我家没有那一只，那一只已经被妈妈解决了。会飞的蟑螂真的比较可怕，不是心虚，是小声，对，是声音虚，不是心虚。觉得在讲解剖的时候，好像都很踊跃发言，是这样吗？有吗？看不出来。洛克说完全不怕，不怕蟑螂哦。找另外一个人麻烦，是，我不会再讲一次这种话了，真的。这边大家都不怕蟑螂是不是？你好，我要把抓起来，结果他这样会躲起来，他这样不可以，我们要把他抓出来。害怕来，怕死了。诶，我应该有讲过我跟莱亚大战的故事，也不是大战，是我躲他的故事，真的是吓死我。想想也是曾经，为什么是曾经？曾经，如果爬到身上的话，真的爬，那是阴影，那会是阴影。那个一点都不恐怖。是说莱雅吗？不行，莱雅真的很恐怖。拖鞋打下去有点危险，因为如果它有软的话，很可怕。莱雅吗？莱雅非常大只，怕刚好在吃东西时听到这些，有些人就真的免疫。但是这个时间，好吧，可能公演结束会有人想吃宵夜。上次跟莱雅大人差点把同学家烧了，为什么会有烧了的部分？哦，蟑螂吗？蟑螂怎么讲？我解剖蟑螂比较可爱一点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品种不一样，跟那种又油又亮的蟑螂真的不太一样。刚才用酒精喷了一支，酒精好像是个不错的方法。莱雅很恐怖，但是加深之后就不怎么觉得。他有看到吗？需要帮你转达吗？
那怕蝴蝶吗？不怕，我怕，我还怕蜜蜂。我今天去我家顶楼晾衣服，然后阿公在那边种了一些盆栽，所以有蝴蝶也有蜜蜂。我左边一只蜜蜂，右边一只蝴蝶，然后那只蜜蜂三不五时就这样旋下来旋下来，我真的是快怕死。你不要告状，他可能没看到。我可以帮你转达。来，他速度很快，他有八只脚。然后上次入侵我家的这么大只，可能好像记忆中，我可能有恐，因为可能看到他非常恐惧，可能有把哦没有没有，我还有照片，我拍一下他，超级大只，是怕被蛰，是怕，对，我怕被咬。而且我要穿得很鲜艳，不是说去山区不要穿太鲜艳，蜜蜂会来找你。蝴蝶超可怕，因为它是完全变，那个字被麻掉了。这么大手掌是指什么的？不要太靠近蜜蜂，可是它真的离我蛮近的。蜜蜂不会乱叮人，但是我穿得蛮鲜艳的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。在楼梯间的时候又遇到蜜蜂，然后而且就是身上有那个发胶跟就是有一些香香的味道，我就怕它会追着我跑。没有，不是前面的脸一样大啦。紫竹前面的脸是很小，没有错。可是他跑进房间里了，他，我一定要再讲一次这个故事。这个好，我想一下。好，某天从我家进门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你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帘子上面多了一只生物，就那样八只脚，黑黑的。在那上面特别明显，看到之后失声尖叫，他拔腿就跑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我就非常小心翼翼的穿过那个走廊，结果在我准备要去房间出来，准备要从房间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好死不死出现在门上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我就看着他，我就尖叫，结果他就啪啪，然后就整个暴动就下来耶，他的脚就这样呼就这样下来耶，然后我就吓死，直接尖叫，而且我还有印象，他好像还有踩到门把，然后再钻进不知道哪里衣橱旁边，然后就 ，Oh my god！ 然后那时候他在跟我对砍的时候，我还有跟外面的爸爸喊说：“露来呀，快快快来处理他！”结果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理我，就可能大家都很怕。然后他就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有那种慢动作的记忆，他就是真的这样跳下来。而且就是那个八只脚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就这样跳下来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你说在房间里谁会安心，谁会睡得好觉？然后后来我就赶快冲出那个门，怕他又再一次出现。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没有人来，我说我不是说有喇牙吗，为什么没有人来？然后就说我也会怕啊。然后后来他好像跑出房间了，好像是隔几个小时后出现，就又出现在那个走廊。然后这一次我爸看到就啪，结果好像断了一只脚，但是他又不见，后来好像有真的抓到，就这样有抓到，
最后有抓到就是放心，没有抓到就是我那几天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，直到我忘了这件事情。也太会说故事，睡前故事，各位是同一只，长那么大只的真的很难遇到第二只，而且我家就是那一阵子也只有那么一看过那么一只，我很适合当说书人。没有放生啊，就如果那个情况还有办法好好的抓住它再放到外面，我想必是非常冷静的人，通常没有办法做不到，而且它跑得太快了，没有办法把它抓住啊。跟奶奶交换条件说你帮我抓蚊子，我就不想，真的很可怕。放生马桶，从马桶放生吗？我也不晓得、欸、反正最后不是我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小时候是连蚂蚁都会怕的人，我还记得我国小有一次在扫地的时候，打扫外扫区的时候，好像什么，我的同学说：“哎、欸，你额头上停了一只蚊子。”然后我很吓到，我想把它给它挥掉，结果就不小心就对，然后我就吓死了，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敢打蚊子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蚊子是你的敌人，所以来要是你的朋友吗？这样真的不太对。抓蚊子要四脚蛇、青蛙，怎么不是蜥蜴？蜥蜴也不错啊，对吧？杯子也太可爱了。青蛙不是爬虫类，青蛙是两栖类。所有生物都是大家的好朋友，蟑螂跟癞啊，我没有办法，脚太多的我没有办法，脚太多的大概只有螃蟹吧，螃蟹好吃，癞啊也可以帮你催蚊子，是是，兔子还没，兔子要六月的时候，但是我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，蜈蚣也没有办法。来啊，青蛙、蜥蜴都是怕蟑螂的，就是，就是蜘蛛吃起来跟螃蟹一样，真的没有吧？养只蜥蜴好像也不错，蜥蜴很可爱。蜈蚣也不行啊，蜈蚣怎么可能可以呢？还有什么？大家国小的时候有没有养过毛毛虫？我是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学校找那种毛毛虫的虫卵，然后就会养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妹笑这么开心。会怕壁虎吗？不会怕壁虎，蚕宝宝，我没有养过蚕宝宝，但是真的有人养过，养昆虫还好吧？可是我要说我没有养过哎、欸，有养毛毛虫子，我们学校，我不晓得哎、欸，那阵子是为什么、啊？就是有讲到关于昆虫吧，然后就会有人养毛毛虫，然后也有人去学校找那种虫卵，是毛毛虫的，然后明天还有，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被同学骗欸，就是他那时候又给了我一个小小的
然后跟我说这里面这应该是虫卵，结果放了很久之后它都没有孵出来，所以我应该是被骗。养金龟子，金龟子应该也蛮漂亮的。壁虎，我家好像很少出现壁虎，壁虎就小小只的。那壁虎会叫，好像有听过壁虎叫。在外面养狐狸，什么狐狸啊？最近想养独角仙，哦，独角仙也不错。我养鸭子，我有养鸭子，一只很吵的鸭子，一只作业不写还会跑来凑热闹说要看汤圆，其实是想直播的鸭子。你呱。你讲话就是瓜，羊叫，不写作业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只剩两样，真的就是还没写完啊，我一样就算写，是妈妈养的吧，确实。妈妈养的鸭子没有，它被我奔了，我说你不准踏进这个房间一步。你不会吵还自己，对，在座的各位请自己养自己。原来是妹妹，还真的以为是鸭子的叫声。哇，好啦，其实我是把那个松烟那边的鸭子带回来了啦，就是那种很大只嘴巴很扁，然后对很大只的鸭子还会呱呱叫的那种。这么晚还没睡，他真的是夜猫子，夜猫子，呜呜，那不是一样，我比你大，对啊，我在你这个年纪又没有那么早睡，哎，又没有那么晚睡，可恶。怕进去给妹妹，她不准踏进这房间。想必很会游泳，她一开始很怕水，她一开始憋，现在好像蛮行的吧？什么东西？夜鸭子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不告诉你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晚睡会长不高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放假的时候就早睡一点。吃麦当劳也会长不高。我今天才吃。啊，你看吧。可是是哥哥说要吃的。我小时候都没有吃麦当劳。我还不是长得比你高。那你还不是长得比我高？所以又不是我的问题。啊，你现在也不努力啊，不是你。我现在长不高，你叫我努力什么？哼，早睡还可以努力啦，但长高还是算了吧。粉笔画黄线跟妹妹说不能超过。我没有超过，我没有进去。他会说，他会说。他会说：“哎，我进来了，哎，我要出去了，哎，我要进来了，哎，我要出去了。”那白目的时候会怎么说？哎，哈，白目是眼白很大，都被承认出来。是说小只，不是说矮。看每天都监督主播早点睡，我直播完就要睡觉了。妹妹怎么会这么老太子？妹妹有看过《九品芝麻官》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那
那唐伯虎点秋香呢？也还没看，是还没看。找时间会看。找时间会看。我跟彤姐不是转过去问说：“你在说他吗？”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好像有这么回事。等等，看主播会不会出现在豆粉？出现在豆粉？为什么？黄大爷即将回来，黄小妹请问月线。我有看《长江七号》。《长江七号》是什么？我没有看过《长江七号》。你没看过？《长江七号》是哪一部啊？你是周星驰的。我没有看过、欸，我只有看过《逃学威龙》，然后《九品芝麻官》，然后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还有什么？长江七号啊，对，还有那个、啊，还有功夫啊，功夫你应该也没有看过，还有食神，功夫我看过啊，嗯，头发放一边，功夫你看过，还有什么？逃学威龙你应该没有看过，那什么东西？长江七号我有看过，我想到了。少林足球好像没有诶、欸。少林足球有长江七号，我想起来了。有小七啊。小七。毛茸茸。一开始说小雨长得很像。啊？小雨长得很像小七啊。是假的。没有，但我觉得《九品芝麻官》跟《唐伯虎点秋香》是真的好看，很好笑。国产007，真的啊！还有美人鱼，是吗？但是那不是他演的，只是他导的。鼓起勇气对我说三个字，那就是早点睡。11:30应该蛮早吧。九品芝麻官笑点比较很臭，真的蛮好笑的。美人鱼的话是比较多爱情故事的部分。赌圣，哦，好像有诶、欸，那个什么赌圣，然后还有赌神，还有什么很多的那个我也有看过。对啊，美人鱼啊，燕子知道，蔷薇哦，是台湾人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去了解那么多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笑。美人鱼是不是对面的？后来才知道长江主角是女的。欸，其实我有点忘记长江七号在演什么。赌侠赌王，对啊，有食神啊，黯然销魂饭，对，美人鱼他只有岛。如果听得懂广东话更好笑，可惜我听不懂。欸，长江七号在演什么啊？我真的有点忘记了。有空来回顾一下。现在讲话不用怕，必须抓交替。如果你还是我觉得不行的话，你还是跪吧。百变星君没有看过。在演主角捡到可以帮助实现愿望。好像依稀有一点记忆，但是就是忘记那个故事，主要那个故事剧情在演什么。苍苍吗？这不予置评。长江的星爷演爸爸，女主演
他儿子父子感情的故事，好像对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我是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忘记了。汤圆啊，汤圆打哈欠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要出来吗？走出来，捞出来了。欢迎大家养仓鼠，好可爱，不过要好好爱护，如果真的养的话。居然会怕老鼠吗？那看起来还是这么的好吃，你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次说的是汤圆，对，汤圆真的很可爱啊。老鼠在水，可是那种老鼠是比较灰黑的那种，但是它是白的，然后小小只。龙猫哦，龙猫可能要先暂时先不考虑了，我去阿姨家看就好。马吉，好想吃哦。像竹鼠太大只了，但是我觉得黄金鼠可以考虑一下。就我自从我养了汤圆之后，然后有一阵子我妈就突然说，哎，你看那个熊鼠也蛮可爱的，它看起来好呆哦。对。然后就开始一直给我看熊鼠的影片，然后我 IG 明明就没有找熊鼠相关的东西，结果它的搜寻推荐页面上就给我推出了熊鼠的影片。放两只天竺鼠就关不回笼子，真的吗？好可爱哟、哦！你怎么这么可爱？但是不要乱跑。对吧？好可爱。可是是这种鼠类的关系吗？我觉得是鼠类的关系，就是它看起来很躁动。汤圆的性别应该是母的。现在很恐怖，网页推出来。对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就是我妈妈一直给我看影片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好像不太会叫，好像没有听过她叫，但她以前会咬人，现在不会，好可爱。弟弟之前有被她咬过，因为我跟她说她现在很乖，不会咬人，结果她就咬她，嘿嘿，汤圆做得好。好饿，不是才刚吃过饭吗？你要滚下去，你要滚下去，小心！追弟弟，对，拿着汤圆追弟弟，我就这样捧着汤圆。捧着汤圆追他，他就会惊声尖叫。还没吃甜点，不可以吃我的汤圆。看到他又饿了，你饿了吗？小心哦，要捧好他。虽然掉的话也是掉在我腿上，但是你怎么那么躁动的感觉？等一下，你一直想逃跑哎、欸。好吧，我把它放回去。
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要炸它，它不好吃。真是的。我先去洗个手，我们就来念榜喽。谢谢普拉斯送的千纸鹤，你才刚，九蛋又才刚，美美美美又怎么了？好啦，我们来念榜咯。哦，这谁？哦，苍苍又送了一个香槟。谢谢苍苍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来念榜，真的来念榜，从15开始。15是秋日红，14是秋翔，13是普拉斯，12是中影，11是消逝黑暗中的流星，10是康妮，9是俊生，8是浩谦，7是伟。6是朱里恩，5是 Geek， 4是米酒，3是小馆面线，2是小明，1是苍苍。好啦，大家明天见。明天不见的没关系，还有下次，还有谢下次，还有谢谢谢谢下次。好了，拜拜啦，拜拜。